通同我哋话讲一个讲钟，讲计时器，即系中国古代嘅计时，一路至到现在嘅所谓即系机械计时器。咁我哋咧会系分开几点嚟讲。咁呢个本来我啊唔系呢个做头啊，不过嗰日做做下，即系个电脑唔系几好啊。咁我唔系我老啊，个电脑唔系几好。我真系换个新电脑，咁啊，即系换个16G 嘅，即系快啲咁多做啲嘢。咁但系做咗之后，啲唔知好唔好，啲效果我唔知好唔好啦。即系用咗啲新嘅一个新嘅 program 写啦。咁啊谂起，即系林老师学电脑，我叫啲学生去教我点用。咁所以谂起事不外语呢样嘢吓，即系横掂讲系钟，咁啊即系啲时间烧紧，你睇燃烧紧。我初初改咗个名叫《生命在燃烧》，啊，收尾即系你自己燃烧紧，即系人哋唔系燃烧紧啦。咁所以我改咗名佢。好啦，嗱，其实呢个先系正式嘅名啊。中国计时器。嗱，中国成即系作为一个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咁当然啦，发明计时器咧就已经系好早嘅事啦，因为好早已经有谂到时间嘅问题。早期的人类因为观察到日升月落、昼夜更替和四季循环，所以建立了一种初步的时间观念，知道有时间观念，就是由大自然那里看起，知道有时间观念。人类一直逐渐利用日影的移动，有时利用燃料的燃烧，或者物质的流动等等，这些原理就制造了早期的所谓计时工具。咁我哋当然啊讲唔到咁多啊，因为即系两个钟头，咁所以我哋只能够根据佢个发展啊，有土龟啦、日晷啦、狐獴啦，然后再到呢个机械计时器，即系用机械嘅。咁啊机械计时器，因为我上次讲过，因为我喺有故宫嗰个钟表馆嗰度好多相我有，咁我就拣咗啲出嚟俾大家睇，但系睇唔晒，我谂睇得60-70幅嘅啫，我谂，即系我执相执咗3个礼拜，因为有啲相片唔系咁好，咁但系我尽量咧，即系你会见到我执过啲就好靓，唔执嗰啲就好核突嘅。咁啊嗱，我哋只系讲呢四样嘢啦。好啦，嗱，咁首先讲土龟，咁啊大概喺公元前1000年左右啦，咁啊嗰阵时系西周初期，西周初期咧已经有咗最原始嘅计时仪器，呢个叫土龟。谂土龟咧就系其实咁嘅，你要睇到啊，即系立一支垂直嘅竹喺地面，一支竹竿或者系咩竿啊，总之木竿又好咩都好啦。咁呢个即系话我哋就叫立竿见影系咪啊？有咁嘅成语就喺呢度嚟，立竿见影啊！你见到个影，咁睇住太阳光投射嘅竿影个长短咧，就测出一年之内咧，原来夏至嗰日咧个日影系最短嘅。冬至嘅日影系最长，咁由一年嘅夏至一路至到第二年嘅夏至，咁啊几多年？咁你 check 到出嚟咧，原来系有366日嘅，喺古代记载就咁。当然我而家知道唔系366啊，系365日几啊。咁啊，个仔松松地啊，好啦。咁而且有四季之分，咁啊利用呢个土龟咧所测出嚟嘅时间咧。大概366日咧，即系其实相当接近而家我哋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个时间啊，系咪？因为公转系365日，6个钟头9分10秒啊，而家正确嚟讲，咁即系好接近啊！佢用咁样都啊计到366都即系相当犀利噶啦。好啦，咁呢个土龟咧，其实咩嚟啊？点解叫龟咧？因为开始嘅时候用玉嚟做嘅，一个玉嚟做。
咁佢用玉嚟做成咧，大概一尺五寸，好啦吓，系用嚟定正四时、八节同埋测量土地嘅方位同埋面积嘅，用嚟测地方嘅啫。其实吓，我土龟到后来发展咗咧，就叫做一个叫量天尺，即系量下天。其实个量天即系量天天时咧，其实吓唔系真系度个天几多嘢。咁啊，所以亦都叫土龟表。谂下根据《周礼》。地官大师徒，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抄呢啲资料，可以再详细睇。咁啊，凡建邦国啊，以土归土其地，以制其域，咩意思？点解会要咁用咧？周朝嘅时候，点解而且喺周礼嘅地官嚟用嘅咧？因为周礼你大家知道有六官啊，天地春夏秋冬咁六官。咁呢个地官啊，个大师徒就讲啊，凡系建立诸侯国咧。因为要建立诸侯国，封你做一个诸侯的时候咧，咁封你几大地方好咧？咁度啲地方就系用土龟法，即系话利用土龟法嚟测量土地嘅面积，而测定咗应该俾几多地理啊，然后咧就建立你哋嘅疆域。咁呢个意思就咁样嘅啫吓。咁啊，关于土龟法咧，喺呢个啊周礼嘅地官大师徒另外一段咧系有讲。以土龟之法测土深，嗱好长下，我大致上讲下佢啦，即系话用土龟量测四季日影嘅方法咧，可以测到土地嘅四方深广，几阔几长啊！咁啊，校正嘅咩咧？正日景个景字即系影啊，即系今日嘅影字啊，即系要嚟咧系校正嘅日影嚟，你知道土地嘅方位系点样？咁因为用咁嘅方法就可以求得又唔偏于东南又唔偏于西北，攞住喺个中间嘅地方。例如咩？因为点解佢讲日南就即景短多树，原来咧佢话 check 到出嚟咧，偏南嘅地方咧日影就会短，而个气候就炎热；偏东嘅地方咧得日啊会较早，即系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啊嘛吓，咁即系所以系东边。咁所以喺中央地方咧。是正当中时，咁呢个时候呢日影西斜而多风，偏西的地方就会日光会较迟先得到，所以在中央地方正当中时的时候呢，呢度就是朝日东升而多阴啊，即是佢呢个意思系咁样。到到夏天的时候呢，夏至嗰日啦，中午的土龟呢日影系会长一尺五寸的地方。长一尺五寸咧，都系大地嘅中央嚟啦。佢喺呢个地方咧，天地系相交合，四季相交叉，唔会有太过寒，唔会有太过暑，即系唔会太过热。有啲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即系唔会太，即系好调和嘅天气，即系唔会太热，又唔会太冻啦。咁啊，风雨相交汇亦都冇多太过多风，即系相交汇，即系意思系话啱啱好嘅风，啱啱好嘅雨，又唔会太多风，又唔会太多雨，咁即系话呢个气候最适宜。所以呢度咧地方咧就系、是、土质肥美，物产丰富，于是咧喺呢度建立个王国，规划咗方圆千里嘅王畿，然后喺边界上咧种植一啲树，种植啲树做咩咧？制其畿乃千里而封树之，其实作用咧，嗰阵时系寄喺度一个封邦，即系邦国，即系建啲树咧，其实做疆界嘅，一个国界嚟嘅。建啲树啊，过咗棵树咧就系我嘅，棵树之边系你嘅，咁之类嘅。即系佢哋唔一定要建城墙，因为嗰阵时好多嘢规定噶。建城墙又大国又唔可以大过个京城，即系大过嗰、那个皇帝嘅都城，那个城墙几多？中城又唔可以超过几多，细城更加唔可以超过几多，咁好多规定嘅以前啲礼法啊，咁所以佢哋多数都系用树嚟到做，咁呢度就讲，其实主要即系你睇到佢个作用就话度，要嚟度地方嘅，佢唔系话睇，即系唔系纯粹去要嚟睇时间咁简单。好啦，咁喺呢、這个其实喺周礼咧，好多地方都讲到呢样嘢嘅。咁所以如果一开始就由周礼已经见到有所谓呢、這个讲到呢、這个即系、就是、用土龟法噶，咁可以话即系中国最早嘅计时器咧叫吓。周礼下官嘅土方时咧有两个地方，
一有兩個地方喺周禮度仲有講嘅。頭先嗰個地官啊，呢個係下官，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啊分。咁呢個下官，下官又會講嘅。土方是掌土歸之法，以至日影，以土地相擲，以建邦國都皮啊，以便土而土化之法，而受任地者。即是咩意思啊？即是话土方士是掌管运用土龟的方法咧，嚟到通过测度嗰个日影，量度个土地嘅方位同埋远近等等，而观测喺边度可以住，边度唔住。因为佢头先讲过，边度会多风多雨，边度多水等等啊嘛。咁佢测好啊，呢个位置最好啦，咁之类嘅。咁啊，建立咗一个诸侯国同采邑啊，辨别土地所适宜种植嘅啊作物。同埋邊啲適宜點樣改良等等嘅方法啊，土而土化之法就係講教你邊啲地方適宜種乜嘢啊，而且係點樣改良啲土地嘅泥質啊。咁呢個咧就係授予嗰啲掌管使用土地嘅官吏咁，即係佢呢度講係呢樣嘢。咁另一處咧就係考功記啊，考功記嘅育人篇。考功記大家知道即係東官啊，因為東官後來唔見咗嘅。即係燒咗嘅本書唔見咗，即係天周禮裏頭呢本書唔見咗，後來就補翻上去就叫《東官考功記》啊，咁所以亦都有個名稱嘅《考功記》，因為呢本書係啊周禮嘅東官係曾經損失過。好啦，咁呢佢又講咩咧？育人之事，正規尺有二尺二寸咁。育人即係咩事咧？製作玉器嗰個人，製作玉器嗰件事咧啊，係講即係講緊呢件事，育人之事咁點兩點，即係話。我呢段咧係講製造玉器啊，就講呢個龜啊。鎮龜咧係長一尺二寸嘅嚇，咁啊由天子去執手嘅，天子負責守住。如果明龜咧，明龜就咩意思啊？即係諸侯初封同智慧來朝嘅時候咧，王命就命佢做咩？所以叫命官咁解，即係我俾個，即係我賜啲咩俾你做？啊！賜啲咩嘢俾你咁嘅意思？咁嚟到之後，賜咗俾你之後，就賜埋個龜俾你，賜埋嗰支玉俾你。咁啊，等你翻去量度。咁呢啲龜咧就幾多咧？就九寸長，就叫做桓龜。咁桓龜係咩咧？桓龜就由公執手嘅，由公即係話公侯嗰個公啊，公侯八子男嗰個公侯啊，公侯先至可以有嗰支龜就九寸啊。如果明龜長七寸咧，就叫做信龜。有个名称信龟，这个是由侯爵执手的公侯八之男的嘛。明龟如果长又是七寸叫做公龟、啊、这个是由白执手的。然后呢白之下呢就没讲到了，没讲就是说指南究竟有什么呢，他这个 没提到。大概后来郑源注解为什么不讲呢，说因为唔讲嘅原因唔系冇，系呢本书缺咗啫。郑源考佢出嚟啊，唔系我考佢噶。郑源话唔系冇嘅，有嘅本来，但系呢本书系缺啊，缺矣。不言之者缺矣咁。呢个系郑源嘅解释啊。咁所以我哋睇唔到嗰两个系啊，即系考功记就冇呢个。咁不过呢个我唔好理佢啦，因为我哋即系话俾你听，唔系空口讲话，真嘅跟喺古书上边咧，真系开始嘅时候系讲呢个土龟系第一种要嚟度地方同埋。靠个日影嚟度地方嚟度时间。好啦，嗱咁我哋睇下呢个龟表到而家仲有喎。呢个龟表嘅原件，当然呢个系后来仿作嘅，系原件喺明朝，再仿元朝嗰阵时有个国手镜咧做出嚟嘅，即系喺明朝嘅时候再仿翻元朝国手镜所讲嘅嘢咧，再制翻出嚟。咁而家就系喺古观象台里头一个石制底座。嗱，下面嗰个石仔咧就系原件嚟嘅，即系原本就系呢件嘢嚟嘅，吓、啊，即系其他嘅嘢作出嚟嘅，即系搏上去嘅，即系话呢件嘢有一半系假嘅，有一半系真嘅，啊，即系个座就系真嘅，啊，上面嗰个铜龟咧就系1983年先复制嘅，呢度睇到啦吓，而家成件嘢咧就存喺呢个紫金山嘅天文台嘅，喺呢个北京嘅紫金山天文台，咁你睇到即系话，如果个日影喺嗰边喺嗰个。上面嗰个框咧，嗰度咪有个四方框系空嘅。如果日影佢照嚟嘅时候，就照嚟个影咧就会喺下面个尺度啦。咁啊，睇到个嗰条线嘅长短就知道
那個太陽，即係幾多點咯？即係佢用咁個方法去計算。好啦，徐書到徐書嘅時候咧，《天文志》咧，《天文志》嘅上篇個鬼影嚟講，個量天監中，早行做八尺同表，其下與龜相連，龜上為溝，治水以取平靜，攜測日鬼，求其形縮。嗱咩意思啊？呢度即係話到隋朝仍然仲有人用呢啲嘅噃，就話梁朝天監喺呢個天監年間咧。呢、这個早行咧係製造咗八尺高嘅銅錶，咁下面咧同一條龜相連，個龜上面有條溝嘅，有條坑嘅，條坑做咩咧？裏頭放水，放水點解要放水咧？就攞水平啊，即係睇到水平就知道佢嗰個龜放得平唔平咯。咁啊，要嚟觀測個日軌，可以睇到嗰個日光嘅求其形縮，即係話求睇到個日影嘅長短變化啊，睇到咁樣。好啦，咁而家呢个咧，我哋睇下第二个咯噃。呢、这个咧就系而家喺河南，喺河南省登封高城镇嗰个观星台啊。而家仲喺度嘅呢个，啊上面有个高标，下面有个量天尺。我而家打侧睇啫，唔系前面呢、这个，系侧边嗰个啊。咁上边嗰、那个嗰度会有条啊。咁呢、這个呢、這个系一个天文学家郭守敬啊，一阵间我哋迟啲会提再讲佢嘅。呢、這个郭守敬按照个龟表原理嚟建造嘅，咁啊所测嘅日影咧，确定佢嗰阵时佢确定咗好准确喎。佢即系佢系元朝嘅咯，已经即系话多咗好耐嘅日子啦吓。佢测到系一年系有365日，5:49:12，即系都系唔系100%准确，同而家我哋比。咁當然佢哋嗰陣時用佢哋嗰個技術已經係相當好啦嚇。好啦，到明代正統年間咧，嗱喺北京城嗰個觀象台，呢個係北京城嘅觀象台。啲觀象台上邊好多儀器啊，下邊嗰度仲有一個係運天儀嘅喎。一陣間我哋會睇個運天儀啊，下邊有個運天儀喺度嘅。咁即係今日喺北京嘅咩建國門，建國門。嗰度有個古觀象台就係呢個啦，啊，咁喺呢度咧做咗一個龜表嘅，咁啊喺一個南北向嘅石座上邊咧，有一個1丈6尺2寸、2寸嘅銅龜，啊，不過呢度影唔到出嚟，咁不過呢個係嗰座觀象台嚟嘅，咁呢個龜又係設咗條水渠喺度，係作為定水平嘅，咁龜嘅南端咧，啊，即係我哋睇翻頭先嗰個座成座。呢、这個就係、是、即係頭先係成座觀星台，咁呢個咧就係裏頭放喺另外一邊嘅一個嗰、那個啊龜表啦。好啦，咁圓、这个、呢個咧圓高係八尺，本來呢個表咧清代後來改到佢變咗1丈啊，即係10尺。咁啊上面有個彎曲嘅銅葉啊，中間有個2分直徑2分細嘅窿仔咁啊！太陽喺正嘅時候咧，就照落去嘅時候咧，就喺呢個2分咁細嘅窿仔度照啲光出嚟，咁照咗個影咧，嗰個影大概係成為橢圓形啊，唔係正圓形，有橢圓形啊。咁啊，大概咧喺北京，其實北京如果嗱，你計翻每個地方唔同喎，北京夏至嗰日咧，太陽個影係長2尺9寸4分8厘嘅，即係個地方唔同啊。冬至嘅日影咧就1丈9尺。9寸4分，咁所以咧，由於冬至日影比較龜係長啲，咁所以咧，照到個龜都完咗，仲未照到個影，即係話佢過咗去啊，咁所以咧，個龜嘅北端後來再增加咗3尺5寸嘅立龜喺度，咁啊，後來咧呢、這個冬至日嗰個立龜嘅影啊就有2尺7寸4厘啦，咁即係話呢個係佢哋改良過後來啊，嗱，好啦，咁當然啦，即係話。我哋唔係研究，其實我哋唔係研究天文啦，只不過我哋講開初初佢哋只係用呢個方法嚟到啊製錶呀，咁你唔會喺屋企整過呢啲嘢去落時間啊去10蚊店12蚊買個鐘好過啦，係搞咁多嘢。咁嗱呢度咧，我哋睇下古人呢、這個就是古人用龜表法嚟到測日影噶啦。嗱呢本書係《陰定書經圖說》，
在光绪三十一年的这本书大家看到即是在书影出来是夏至至日图、啊、他们就是动之干在这里又看日影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图片。好啦咁啊龟大概是这样啦。咁啊到第二种啦第二种是日鬼啦。日鬼是咩呢但日鬼一路到几时啦大概去到汉代之前已经有㗎啦。即係根据书睇啦汉代之前嘅书就已经有记载呢个日鬼呢样嘢㗎。咁啊同土龟一样都係要嚟观察嗰个阳光投影嘅方向嘅计时器嚟㗎。目前而家我哋发现到最早喺考古学上发现到最早嘅出土的漢代日晷、啊、就是這件這件是最早發現、啊、這個在中現在還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的就是在1897年在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院出土的就是在那裡掘到出來的就是這個這樣 的你看到它的影子是吧太陽照它的影子它太陽移動的時候它的影子就轉了下面畫了一些紋在那裡的時候就你要看到曬嗰啲啊地方啦吓，呢、這个系个龟啊，呢、這个日鬼啊，咁嗱呢个系佢示意图啦，系嘛？佢真系个图上边将佢划开好多好多格，好多好多格，即系话佢将佢越分得细嘅时候，佢睇嘅时间咪越准确咯，即系咁样吓。好啦，咁一路到隋朝咧，《隋书·天文志》上面有记载嘅，《隋书》。有个隋朝初年呢有个人叫做狄孙孙文的孙。咁呢个是一个天文仪器的制作家嚟其实佢是一官嚟嘅咋不过嗰陣时佢鍾意科学啲人古代啲科学嘅人唔文明呀因为好叻到而家我哋觉得佢好叻啦其实古代嚟讲你最好读文学同而家啱啱唔系而家你最好读电脑你最好系识science或者读商科啊最近就因为如果唔系就读文科好似我呢啲就差啲饿死㗎啦。啊即系古代就唔系即系话你读咩科即系话因为我哋唔注重科技古代咁一味系对文学历史嗰啲会注重。咁佢哋啊呢、这个人呢佢已经系使用呢个日晷嚟测试㗎。咁呢度就记咗佢嘅嘢。个大业初年呢呢、这个狄孙大家睇到个名啦。耿孙就作古畸器做咗个古畸器。畸器呢即係其实我咪喺论语里都讲个畸器即係左右放喺自己嘅位嘅右边要嚟即係讲水平嘅提醒你人做人要正確呀一歪呢就会倒泻啲水咁之类咁即係呢个系孔子要嚟即係喺论语里讲就係要嚟正己嘅要嚟即係放喺左右嗰度嘅。作为一个座右铭这种畸器那你就不要讲了。那这个器皿呢以流水注之即是放些水入去就献给这个什么呢这个官做了之后就献给隋炀帝。那隋炀帝很欣赏善之 很欣赏那怎么呢于是命令他要他叫我跟宇文海两个人呢依照后羿的道士李兰所修的道家上法制造一个出来叫做水流器的物件。咁嗰陣時樣都即係用下宗教影響啦咁佢話用道家去嘅理論去研究佢用嚟做咩呢整咗之後呢利用佢因為長斗鍾意去旅行㗎嘛咪做咗中國大運河即係遊船河嘅咁佢就鍾意遊咁所以呢佢係利用佢嚟做咩呢利用嚟到以衝行蟲即是跟住自己出街嘅即係话周围可以睇到时间嘛佢。好啦咁又制作咗个后影分箭呢喺嗰个器皿上面做咗个即係有箭嘅嘢。有啲箭嗰啲箭其实即係会升降大家知道第日第你会睇到后面就将呢个变咗做铜壶滴漏嗰类嘢㗎啦。好啦放置喺东都乾阳殿前嘅鼓下面用嚟计时嘅。咁又制作咗个马上嘅楼刻喎。又製咗個馬上嘅，又可以即係可以坐馬用嘅，嚟供佢出行嘅時候用嘅。咁所以咧，度量嗰個日晷咧，計量嗰個樓刻咧，呢兩件嘢都係要嚟測天時、正儀仗嘅根本嚟嘅。佢話日晷同埋樓刻嘅原格咧，今古係唔同嘅，所以我只係講出佢嘅有少少差別嚇，鬼樓原格、今古大樹啊，即係話今古係有啲唔同嘅，不過。隋书里话咧，而家只系
寫出他們的差別來到補回以前的書沒講的東西而已。他都是解釋，他都不太清楚，不過就是根本是他說 他當時見的東西跟古代可能有些不同都未定的。他說、啊、好了、這個大家看看、明史天文志很詳細地講了日晷的形制的，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在太和殿前面，大和殿前面有一個在露台那裡有一個陳設了一個明末清初的、這個、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日晷，這個就是日晷、啊、石製一個圓盤、啊、南面周圍不是兩面周圍是刻了啲子丑寅卯辰巳申酉戌亥十二個時辰刻了在這裡，每個時辰又刻明標明是、子初即是初並正，初和正即是初就是剛剛開始，正的時候就是剛剛正午時分的正午、啊、即是分為八刻，午初就是十一點至十二點，午正就是十二點至一點、啊、一日共有九十六刻，是這樣計算的。那圓盤中間安置了一個指針，安放在水平的石座上面，南高北低，斜斜地，南邊高北邊低，指針上面是指著北極，下面是指著南極，咁每日觀看嗰個陽光照射出嘅指針陰影方向咧，就可以知道當日嘅時辰黑數啦。咁、啊、當太陽正中嘅時候咧，針嘅影就啱啱落喺十二點個午正嗰度啊會。咁如果你有機會去故宮、啊、你可以去睇下。咁由於地球啊繞太陽公轉位置嘅變化，所以每年啊其實春分以後睇石盤上嘅指針咧，係秋分以後再睇下面的指針，即是說一不同的，所以要看兩個的、啊、那這個日晷後面這個就是另外在乾清宮，這兩個是不同的，一個在太和殿，一個在乾清宮那邊的。好了，那這個日晷我們不詳細講的，因為北京故宮的地方又有些不同，因為它在北緯三十九度五十四分，即是位置，即是故宮，那這個角度剛剛好，現在看到這個做這個軌就是39度54分。所以說呢日軌那個軌面和這個地面的夾角呢是51度60分。啊、如果你即是你喜歡講地理你會計到即是那些日影即是自然地理會學這些。好啦，咁啊這個軌針向又向南北極的。咁啊那個軌那支針那個影隨著太陽的轉移去移動。咁啊盤上面的刻度是根據投影表示時間的，在春分和秋分這兩天太陽照在正脊上面，日軌兩邊的軌都是同時起到作用，所以從春分到秋分的半年裡頭看到軌盤上面的刻度，從秋分到第二年的春分那半年就看到下面的刻度，看兩面刻度的要，所以即是它要就到這樣。其實點解要放個咁嘅嘢喺個宮殿門前？又唔係俾皇帝睇時間，咁整喺度做乜嘢咧？即係表示象徵皇帝係擁有啊，向天下萬民授賞最高權力，即係表示時間係我話嘅，即係我定嘅，我叫你幾點鐘嚟，幾點鐘嚟，幾點鐘開工，幾點鐘開工咁之類，即係表示種咁嘅嘢，所以整喺呢度嘅啫。其實唔係話真係俾你睇時間，即係整喺度表示，即係時間都係我皇帝控制，因為以前係君權神授。那種的觀念是這樣的。好啦，這些我們又是太長太離我們太遠的東西不講了、啊、我們講一些而已。好啦。